各位同心，那我们继续来上课哈，请大家用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其实哈，伫咧讲这节课哈，加中昼食饱后哈，拢会上歹讲诶，因为刚吃饱哈，大家血糖升高哈，啊，就拢会较整个在整个意志上啊，生理上啊。哦、都会比较受到一些障碍、哦、但是我还是努力啊，尽力啊，去能够去表达啊，让各位去明白去明了，因为毕竟我才疏学浅啊，那嘛无读过什么册、哦啊、所以在整个表达上面可能会力有不逮、哦、啊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咱头拄仔有讲到一挂法律的问题，一挂时事的问题，包含整个回顾到过去。那为什么要讲到回顾跟省思？因为你要看到未来，咱未来要有希望，要有愿望，要有愿景，你一定要先安那了解过去，啊，反省到今嘛，对不？咱今嘛来讲一个食安的问题。我相信食安的问题，这个对目前来讲，它是非常非常也是很严重的一个议题啊。主近景，那时候怎样？大桶的什么油？棉籽油，不是沙拉油啦，棉籽油有没有？哦，一直到后来的整个这些鼎新集团的什么油？收水油、地沟油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你今天的这种什么人造成的？敢不是这个政府造成的？他敢会不知道？你敢不知道什么是棉籽油？他那些东西吃下去，会导致男人的精虫怎么样？大量死亡。啊，所以那是很夭壽的事情，你不知道？他今天让你吃下去，不管说现在的不孕率怎么样？居高不下嘛。拢未生嘛，啊，食了未生，你自然即人症啊啦，你就一直无好，一直无好，一直无好嘛。所以讲，其实整个大同这个棉籽油吼，啊，后来到有没有什么事情？嘛无代志啊，哦，嘛无代志啊。啊，其实这种吼，应该拢爱清杀啦。那是做夭寿骨的代志嘛，你为着你要趁一寡钱，啊，你用着哈尼啊。无道德的物件啊，互咱食。哦，你讲鼎新的整个地沟油，哎，迄种收水物件，啊，你再个整个再去用还原。你敢知咱即马食油内底吼？咱即马食油啊，先撇开这些地沟油，先撇开棉籽油不谈。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这些什么样污染？为什么？你敢不知一罐油内底吼，油一定染啥物物件？第一，要藏久袂歹，爱藏啥？防腐剂。对。第二，这罐油若看起来垃圾垃圾、糯糯，你敢食无？你会买袂？会不会买？不会嘛。所以他为了美观，为了能够吸引你的购买欲，他会加入什么？色泽剂，好呀啦，好伊迄个色底啊啦，变作水，啊你想都要去买，啊佮加上即个电视广告落去，啊就去买来，啊嘛食食落去了啊，食肝歹去啦，吼、哦，啊油脂歹去啦，啊你嘛再来洗身有无？啊就什么，是不是浪费怎么样？医疗资源。所以这些问题，食安的问题，包含现在整个很多所谓的同业律素啊，这种是充斥在我们的整个饮食当中呢。你们这些应该加了吼，那你会更严啦，哎，会硬化，会脆掉啊。最近的代志呢，咱高雄一个滚秀，都刚安尼轻轻啊哭掉，然后就再见了呢。我咧想，这那应该买晒申请国赔嘛，干不起来呢？哦，未使啦。
嘿，那是因无名利，咱袂使做这个工课。但是那认真讲，确实是因为他伤害我们国人的身体嘛。你今仔顶心，伊转来台湾，伊毋是转来投资呢，伊迄是正港掠夺呢。各位敢知影？马英九开放鼎新集团，互因买安那买安那400亿的公债，用400亿的公债去买什么？101，对不对？啊，去再去用这个这无好的油，啊，再来互咱食。啊，你看英国安那无代志，所以这个都有那个公平跟正义在哪里？真的是太离谱了，所以。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赶快要用法理，让整个全世界都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，和知影讲咱本土台湾人为什么这几十年来拢无国籍？咱都要借着法律，和咱的安那行出一条路，和咱国际地位正常化，敢不是安尼？因为这才好来改变嘛，无你永远嘛是安尼嘛，咱头都有讲到嘛，你今仔日若继续搁和因安那？我像现在我相信大陆人说那个什么蔡英文呼声最高，对不对？其实都不用烦恼啦，因为你如果了解法律，就像台湾说这样嘛，那个未来可能快则两个月三个月整个判决就下来了嘛。如果你真的对法理你了解了，你深具信心了，这个改变的力量，这个改变的动力，它就会出现。啊，不然我跟你说，从基本上台湾怎样都无前途，都乌有去啊！甚至会整个会被消灭掉。咱看到第三项，你咱第三项有看过吗？第四样，国际局势，跟时事。时事我们大概稍微谈了一下了。国际局势最近最热门的国际局势是什么？是不是世界整个东南亚国家大量在购买什么？潜艇，因为中共在南海在做啥？造陆，对。为什么要造陆？因为阿爸，敢袂使安尼做？为什么美国讲我们袂使继续造陆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咱人感觉足奇怪啊！南海，啊你美国，虽然美国号称的是世界警察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会不会也管太远了？敢直接你带海边啊？管遮宽？不是安尼呢，因为美国安那介入南海的争议是有道理的。来，我们先看这边哈，当时候整个日本天皇的领土就包含了什么？北方四岛、主岛、新南群岛、西沙跟台湾、北海道、九州、四国、本州、北海道、琉球，我钓鱼台边讲了哈。早期在二战之前呢，包含朝鲜哦，大韩民国，他们也是怎么样？日本天皇的怎么样的领土？只是说在二战以后，那个李明博啊宣布独立，可是他们的领土的问题有没有解决？没解决啦，你知道跟南北韩在干嘛？所以他们跟我一样是拿什么绿色的什么护照？有那种共丢啊，绿色是代表什么护照？难民护照，绿色就代表难民护照。根据国际法，护照就有三种颜色。如果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它就是蓝色或者是红色。那如果你本身你是难民呢？你是流亡政府呢？因为流亡政府不是主权，你不可以发行什么护照。啊！因那是做衰的，唔知啊。咱若早期像琉球同款啊，琉球伫个历史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尾也交予联合国托管嘛。可是后来联合国又把它交给谁托管？美国托管。所以琉球在回归之前呢，它是拿哪怕是 Okinawa 的本岛的人吼，要去加日本，赶快来提什么货？美国的那旅行证件、旅行证件，为什么？因为等同是被占领的地方，那同样是被占领啊，我们为什么要拿绿色的？那就没法度啊，
酒盖酒来代理占领。那代理占领在1946年1月10日用一则整个行政命令，将整个本土台湾人当时候的皇民，把它归化为什么？中华民国国民嘛。这是很严重的违反怎么样？国际法，违反战争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企图永久占领什么？台湾。可是当时候的整个美国、英国都大量很强烈的反对啊。可是他呢，伊甲讲无多，我为着安那方便管理，啊，就方便管理，管理到这个时阵，甚至尾啊，造成二八的事件，造成咱本土台湾人足大的伤亡。其实那时候美国是有意发动武力，要把蒋介石集团赶走的。如果你们回去有找到蒋经国回忆录，已经有三本吼，内底就讲了讲了这样。当时美国是要，他已经跟整个英国啦、加拿大啦、菲律宾啦，等到那时候有签订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几个国家，一共你们大概稍微出兵一下，他确实是要用武力把整个蒋介石集团赶走。可是后来怎么样？因为1950年发生什么？韩战。发生韩战，那美国因为介入韩战，才救到什么蒋介石集团。你看哦，南海就包含了整个所谓的这些西沙、新南群岛。那你看哦，当时候这个地方是无人住的所在，只是在整个二战以后，因为日本天皇签订了什么？东西不是签的啦，是那个崇光葵代表他去签订的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嘛，所以才将整个很多地方怎么样放弃他的管辖权，北方四岛交给什么？这叫分配占领啦。哦，什么？苏俄主导给韩国，台湾后来是给蒋介石来代理占领嘛？这一开始是分配占领，到后来才是变成所谓代理占领，这样清楚吗？那你看哦，美国才自己去怎么样？日本本土就是由美国亲自去占领。可是根据战争法，当你整个占领军进入到被占领区，在90天以内，他必须要撤军啊。后来美国有没有撤军？美国有没有撤军？没有嘛？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们签订了一个什么美日安保条约，有没有听过？美日安保条约后来整个安倍那个奥巴马不是有去访问日本吗？奥巴马就讲啊，美日安保条约它的整个协防的范围涵盖什么？台湾澎湖，是不是？那个时阵就更加明确跟人讲。台湾甲澎湖都是安那，日本天皇诶，都是美国总统安那诶管辖权，是日属美战，对不对？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嘛，美国总统握有什么管辖权嘛？是不是从这个当中，我们又可以更清楚、明确知道这个是事实，有没有道理？好，那我们再谈到整个南海的争议哦。今天南海不是无台无基，怎么变成无主地嘛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因为二战以后才这个样子的？那当时候是谁独立去打太平洋战争的？哪一个国家？是谁独立打太平洋战争？美国。应该是这样说啦吼。当时候整个中国是分成中国战区，对不对？台湾澎湖这边是算是什么太平洋战区嘛，对不对？是因为美国他出兵出力出上济，因为安那尾也有迄两粒原子弹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才让日本天皇伫个8月15日安那，1945年的8月15日才做什么无条件投降嘛？因为投降之后，才在1951年9月才签订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嘛。在1952年的4月28日，
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正式生效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南海诸岛，伊毋是无代无志，怎变无人岛啊？是因为美国拍赢日本了后，日本天皇签着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南海才变成无人岛嘛。啊，即个无人岛了后吼，中国的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、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，伊咧认为讲啊，这个无人岛的所在，啊，不过伊下底有安那很丰厚的什么石油跟什么天然气，所以我们就打算什么？为什么中共在怎么南海怎么造什么填海造什么造路？你别搞动作上啊，用什么？在根据国际法里面有个叫做先占原则，这无人无人的所在哦，我先占，安那先占先赢，就是安尼啊，因拍算就是安尼啊，啊美国就甲讲啊，哎、欸、你袂使安尼哦，为什么美国有这个权利？这样知道了吗？是因为美国才是主要的占领全国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A就讲得很清楚啦、啊，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，哦，这足重要的吼。所以讲，在我们上初级班、上高级班，有一些重要的概念，我们要很清楚。台湾的国际地位是什么？哦，哦，这足重要的吼。然后它的整个严格是怎么来的，我们要很清楚。我们用这一章哈、哦，来更加的确确说明天皇的主权的建构。在1945年4月1号之前哈、哦，他是使用这个什么银行？是不是台湾银行？对不？这张钱有看不？是不是写台湾银行？对不对？1945年4月以后，这张就没用啊、哦，都用对张。这张啊，对不？这张写什么会？有看不？日本银行券，有没有？如果说当时候在1945年4月1号以后，台湾朋友不是日本天皇的，为什么会用日本银行？讲清楚吗？在1945年4月1号以前去当兵的叫做什么？军夫，只能够当火黄兵啊。1945年4月1号以后才叫做什么？国军，才有正式的编制。所以我们每一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去参拜，就是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这些英灵烈士，咱来跟他讲，当兵政府对不对？急症啊，请人跟咱斗三工，跟咱保庇，因为现在有39,100个。我请教各位，在座各位啊，拜恁往生了后，会使入去忠烈祠的举手，可不可以？有办法？没有嘛？为什么？因为迄忠烈祠是中国人去的所在啊，因死的是去的所在啊。咱本土台湾人，那不是日本人的后裔，不是皇民后裔，你怎么有办法进入靖国神社呢？对不对？靖国神社是不是都供奉日本的这些先贤烈士？对不对？战死的亡灵嘛，供奉在整个靖国神社嘛。一只我讲一个，我这回去靖国神社哈、哦。你看哦，我们那天去靖国神社参拜的时候是非假日，可是还是很多人哦，还是很多游览车，很多人去哦。可是各位，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一点一丝的臭味都没闻到。真的，那个
人家那种清洁啊，那种环境的维护啊，真正吼，迄就是咱未来要安那要追求的目标。其实咱早期吼，咱台湾就是安尼呢。迄阵日本人甲咱统治的时候，有无吼？迄有一个记者，伊保留着咱早期整个台湾社会迄种环境啊，就跟日本现在一样哦。非常非常的干净，你看，从清朝的整个那时候乱、脏、盗匪横起，一直到演变成怎么样，家家户户能够安居乐业，然后能够路不拾遗，能够夜不闭户，这都是未来啊！咱所要愿望的，干不是安尼？这间较等的吼，咱来讲到。所以从这边，我们可以更清楚的、更明白的知道，这个主权的建构是确实的，对不对？咱真侪人吼，这个我上次有谈过了，我们再稍微谈一下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把领土跟殖民地会搞混掉，领土就先有主权的义务，就是包含现在日本天皇他保有残留的主权义务，因为他放弃主权权利嘛。领土先有主权的义务，再有主权的权利，但如果你是殖民地，就先有主权的权利，再有主权的义务。你今天假设说咱台湾是一个殖民地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都没意义啊，你了解不？我们在首对咱头先讲到那张哦，有无？主权的建构啊，如果说假设说我们台湾还是殖民地的话，不可能有这张钱嘛，你也不可能用日本银行啊，对不对？你用这张钱，就代表说一定是这个所在是哪，日本天皇的嘛，对不？像说你去美国，美国的所在有可能用日币不？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国人的所在嘛，干不起来呢？哦，包括你去新加坡，你去问新加坡讲，你们现在是用什么币？是不是新加坡币？你可不可以跟他讲说，你跟我们都是黄皮肤啊，那就是中国人啊？新加坡人该讲哪？你笑哎，对不对？道理都一样，因为真侪吼是法律上的，啊，真侪感情上的，我们等一下会再谈到。所以说美国介入南海的争议它是有道理的，所以现在你看大家都在抢这些那个赶快要进入南海，就想要赶快分一杯羹啊，结果他们都没了解源头在哪里。各位知道吗？你知道南海的源头、油井的源头在哪里？各位知道吗？刚刚没人说到，这两天讲师都没讲到哦，这对咱未来很重要呢。有要知影无？知吼，因为迄含咱未来有足大足大的关系呢。因为咱未来要过足好的生活，要达到均富，跟这边都有很大的关系啊。哦，这个等一下我一定会讲，先卖个关子。好，咱今嘛吼，即种讲煞吼，咱今来讲这个。愿景的意涵，希望愿景的意涵，其实这个文字说明，我们大概讲一下，愿景它就是一种愿望、远景，希望自己未来能够达成的境界。咱未来希望要达到什么境界？是不是安居？是不是乐业？愿景也是一种憧憬、盼望，愿景更是一种企划书、承诺书、事前妥善的规划，就讲咱即马，你要达到咱的未来愿望，
咱即马是要开始安那做计划，对不对？然后要付诸行动嘛。对不起，扎实的付出就付诸行动嘛。那付诸行动的过程当中，你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？比如说，我们包含现在，我们出去扫街、发地宴，是不是你也遇到问题？遇到人跟你讲啦，啊哈哈，啊你好啊，阿公啊，你过来啊，对不对？那会遇到啊，恁无遇到啦，因为恁还未去经历迄个阶段嘛。啊，我有遇到啊，啊，我拢安那，我拢笑笑啊，啊，谢谢指教，哎，谢谢指教，来，请看一下，谢谢指教。咱是讲知影讲。有台湾民政府，伊有兴趣诶，我会稍微跟他再多聊一下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也不会谈太多。那再来就是，中央秘书长现在要求我们要请全力把整个郡务、郡内阁、郡的议员把它完备，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？要有规划，要有付出，然后怎么样？检讨跟修正。我们开始要研究啊，怎么样才能够让更多的有心人士想要真正改变的，对咱台湾有感情、愿意付出爱的这些人，也是在里面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啊。例如安呢，我们才能够享有怎么样未来丰硕的成果？什么丰硕的成果？未来能看别人钱啊。未来囡仔自细幼稚园读到大学，读到博士免钱啊！未来咱满65岁以后，咱有老人年金能领啊！包含在座各位同心，未来如果你们满65岁，你们不只是革命先行者一份薪水，你又可以领老人年金呢。我迄今麦只几岁了你啊？嘿，几岁了你啊？未来哦。哎、欸，咱内底拢是30000人的呢，两万啊钱，迄个必须用叫咱卖讲啦，吼、哦，嘿，啊先卖讲啦。啊，无这丰硕的成果是怎么来的？你即卖付出啦、啊，无付出没有，没有那个没有舍，怎么会有得？对不对？希望与愿景，就是啦，嗯，望，对不对？愿望，如果愿景是目标。希望就是相信自己具有达成目标的意志力跟方法。法理这条路，坦白说，辛苦。你要付出你的时间，你要付出你的精神，你要付出你的体力，你要忍受可能外面很多本土台湾人，因为他们不了解，而对我们有所一些批评。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忍受它，但是你不管目标是什么，愿望是什么，但是不要忘了哦，你要随时怎么样滋养它。愿望好比种子，你没有决心，就是啦，你没有泥土的滋养，你若无行动，无水的灌溉，你袂成长啊。未成，你要实现的机会，都无这个实现的机会了。我们可以拥有梦想，但绝对不是空想。路再艰难，只要有决心，目的地绝对是不是遥不可及的。哎，咱有一句话就安尼讲嘛，只要你有决心，哪怕是移山填海之难，亦有成功之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决心，你又不愿付出你的行动力，哪怕是反掌折枝之意，亦无什么成功之时嘛。哦，干不起来呢？未来，那的希望，那的愿景，当然这个东西当然是你那里在讲，我个人呢，我个人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哦，我想要安怎啦？哦，我想要环游世界啦，我想要住豪宅啊，我想要开名车啊。但这些都是你个人的。可是我觉得我们本身必须要
心胸放大，眼光放宽一点。哦，所以我们大概用这些稍微来谈一下。哦，那他有共点嘛？哈，老人年纪的问题啦，全民健保问题啦，读书的问题啦，满十八岁就有条件配房子，然后学生助学贷款怎么样？免过打吧。我相信我家应该有很多人都有这助学贷款嘛。可是你们会不会产生一个疑问？要讲到这些哦，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什么？要有钱嘛，对不？你无钱，你讲这拢假讲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们现在来谈一下钱从哪里来，好不好？这个马学哥公再回头再讲哦。一个公调啦，法理。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什么人？就是啦，日属怎么样？美战对不对？日本天皇保有台湾的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的管辖权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爱无条件爱安那甲咱创啥？保护嘛，干不是安尼？爱保护比占领区的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嘛，干不是安尼？所以讲第一，未来咱敢有需要国家买武器？只要美军亲自占领台湾。今年7月4号，咱所有东西拢爱甲美国国旗、甲台湾民政府的占领旗挂出去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迄天就是安那，美国跟那个流亡中华民国他们要联合军演。啊，什么叫联合军演？其实讲是讲较好听，联合军演啊，其实是美军要怎么样亲自占领台湾啦、啊？要进驻台湾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未来咱够需要甲美国买一寡。武器无，你看我们是要讲派人古下啊，啊，不过这拢有咧弄影，你知影？是唔免啊？免是唔免？咱一年都减掉过六千亿，对不对？除了这些之外，其实很多都是被贪污掉的哦。未来的整个这些政务官、这些公务人员的薪水，会是现在的3倍到5倍。为什么要给你这么高的薪水？不是，同款的贪污。啊，不过贪污就是怎样？啊，不是哦，贪污是为死刑哦。而且到时候公教人员会到现在可能就会把冗员到只剩二分之一啦，会只剩二分之一。然后再来，未来也不会有监狱，免阁饲一寡只安那。都像这样的人有无？啊，我都无找无工课，啊，我嘛其实讲，伫目前这个社会，虽然搁较乱啦，你敢讲真正找无工课？我真的不相信啦。哦，你敢袂使去捡二纸？我以前有患者，100空1回，那嘛搁咧捡二纸呢？那饲因呢？啊啦，查某囝，因查某囝78岁，中风。爱来给我看的时候是卡金桃啊，因为拢长期这样子接受雨水的浸润啊，什么啊，怎去暖起去黏掉嘞？啊，黏掉了吼，伊厝边啊，都用客运车甲载来。啊，伊载来了，我看煞，我阁摕300块贴伊，因为讲我袂使来给你看，我是安怎？我来给你看，我都无时间等伊捡二纸。我不要紧，你来给我看。啊，你一天拢赚偌济？我200-300，好，我贴你300。这个马博沙好怕不爱啦。因为要怎讲呢？难得有100多岁来给我看呢，感谢都还来不及啊！欸、真的、啊、100几回呢。啊，可见讲咱未来咱的社会福利安那，啊，真正做好，要落实怎么样？800到1200，所以讲在座各位同心。咱回去真正爱甲你的厝边隔壁呐，叫人赶紧，哪怕是不进来上课，你赶快办什么身份证？你愈早办，你未来你的福利一定是愈好。真的是这样子。咱头有讲到嘛，钱从哪里来？
哦，钱从哪里来？免买武器。第二，这个公告，这个公务人员会减足侪条去。第三，无加额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干那吃的，咱会使省偌侪钱起来？因为未来我头讲着嘛，咱的这个政务官、这个公务人员的薪水是今麦三倍加五倍，过来哦，一定是有配处嘛。你免惊讲你无处当住，未来整个台湾民政府只要一执政，房地产绝对崩盘，因为现在光是合一住宅就有260万间哦，所以你今麦开始也在那建构你的蓝图哦。我要去住什么所在？哦，你们开始会使有这种五万的来啊，愿景嘛，你头讲着嘛，愿景嘛，而且这是理想啊，这是事实可以做得到的啊，对不？你们开始也在想啊，你未来你要过什么生活？可是我觉得物质上的东西，我讲啦，你若无够大啦，食加加三顿，无你五顿好无？咱有感觉讲，咱直接食拢足简单，有无？有没有？吃的是不是很简单？其实，秘书长在跟咱讲啥？他是在告诉我们，食较简单嘞，活较久。你敢知影？美国即马有去访问一个迄种，迄百几岁吼，一个老人啊，伊讲吼。伊一世人拢干食两种药啊，透早食一粒，要困之前食一粒。这两种什么药啊？第一透早起来，降温的药啊，啊，降温咯，我无死。诶，真侪人半暝了困起来呀呢，所以透早起来哪啦？哦，足甘面呢，我阁平安啊呐，度过一暝啊。啊，要睏之前呢，食什么药啊？知足的药啊，就好诶。我有个度过一天啊，他就是吃这两种药，所以他心境一直处在什么？感恩，处在知足，也可以比较不？对不对？不会嘛，所以他心境一直处在怎么样？很祥和，很安宁哦。各位，你的心境如果一直处在很祥和、很安宁，你会感恩，就代表你心中充满什么？爱。你有爱，就会刺激我们脑部里面有一个叫做恩多芬，那脑内啡啊。为什么？你看我们运动之后怎么样，会很舒服？就是这个里面分泌怎么样，脑内啡哦。那分泌脑内啡之后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心情愉快，你会充满体力。你的免疫力会提升，各位，你有感觉我若讲到医学就开始安那，因为医学是我的，对啦。因为今仔其实今仔日的课题吼就歹讲诶，因为希望愿景其实它是很空洞的。我光是为了要想这个题目吼，要想到怎么这个架构，那可是本身来说我又很忙。那是做些代志，做些代志，做些代志，爱处理的，所以，但是好，还是尽力啦，哦，尽力啦。所以，当你能够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假霸力，过会盘话，过会压低，还会说成语哦？啊，无你看卖，万不应，互你好好的薪水，互你好好的生活，啊，结果无偌久就安那。对不对？你到天堂，你都会隐恨啊！你未来台湾就是乌托邦，未来台湾就是什么大同世界，未来台湾就是什么天堂？为什么？伊何里安那是均富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未来咱公务人员一年休两个月，寒暑假各放一个月，让你到怎么样？国外去考察，到欧美国家
去跟当地人生活，去学习人家怎么生活，对不？你破病，有国家给你处理；你吃老，有老人年金；你的囡仔读册免烦恼，啊，你有厝通住，啊，无你搁要创啥？对不对？你拿那么多钱干嘛？只是增加被枪毙的风险而已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未来说，为什么我们未来只要是贪污就是什么死刑哦，不是鞭刑哦，贪污就是死刑。哪怕是你贪一块钱也是贪哦。你摸，我有讲过一个实际代志嘛。我伫个租办门下口，啊，看到一个看咱的迄个 monitor， 咱最近还没开讲。啊，讲七讲八讲，讲到陈水扁因为贪污去用来关，我就讲，马英九他也是因为美和事啊，因为远雄的问题啊，巨蛋的问题啊，伊怎啊讲去？啊，讲一下了，甲回答讲，马英九的贪污，因为是借钱摕到，啊，去有所有的人，因为理念就讲，你叫做无贪污呢？我就觉得这个逻辑思想是很奇怪，而且他是本土台湾人哦。伊讲吼，我支持国民党是因为因看起来敢那靠有水准，啊？我讲什么叫看起来靠有水准？就是马英九安尼吗？看起来靠有水准，结果嘞，甲咱台湾呐，物价呢，起上落票，伊嘛是过咧走。迄个有靠有水准。当然是十八趴比来拢无啦，哦，那个都不用谈啦。那你看哦，未来死刑七天执行完毕，鞭刑三天执行完毕，今嘛是没有做者底下，假设啦吼，你有看过迄个鞭刑的迄个图片无？嘿，蛤蟆看蛤蟆以前看不敢看呢，我以前伫新加坡吼，大概二十几年前吼。我在新加坡看到一个那种鞭刑，我大概稍微谈一下了，他一样哦，他是整个趴着，然后一样屁股一样脱光啊，绑好，然后他是用机器手背啊，那个一支钉条吼，差不多一公尺长，然后机器手背啊，四个人吼，你就听到那个大叫一声，因为皮开肉绽嘛。他就开始抓，再讲第二个，但第三下就昏去啊！他就皮开，就规个拢老血老滴的规个，那比那个很快了。那个你看那个藤条一公尺这样打下去，而且机器手被打哦，到时候你连尿塞红包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们少想，我讲他说的，那有可能？你敢知影？卡村吊胸吼，邓启安呐，家己搞。啊，拢爱拍你哦，袂坐袂倒，甚至因为你拍久吼，消化较歹，会安那便秘，啊便秘吼要放，佮出力啊出力工作就佮破。啊，即马吼是咪高？啊高，啊做一个月差不多滴要好啊，对不对？佮讲第二摆，然后到时候吼，我跟各位报告。这个鞭刑会在电视上转播哦，所以在座各位，未来千万不要违法，不要看到小姐漂亮去摸屁股。我跟你讲，到时你就起三六片哦。我跟你讲，嘿，若讲一摆过，你搁看到这个查某人搁较水，你甘愿摕刀手剁掉，你都唔敢改安怎？有没有道理？对不对？你说未来我们治安会不会很好？一定很好。还有，如果我们亲戚朋友当中有吸毒的，以目前台湾对青少年吸毒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，因为你讲要吃骨科碱的机会较无啦，因为那种高单价的物件，然后那么高的毒品，你根本你也拿不到。
一般都是什么什么 K 他命啊、安非他命啊，这种很刺激的低级的这些毒品，吃了之后就伤到脑神经，伤害到我们 DNA， 我讲较紧嘞，然后导致整个膀胱纤维化。所以讲，这种毒食济人过来就安那爱包尿布。我讲，咱未来嘛有一条足好的药方，专治食毒的。我讲，恁即马赶紧回去，甲恁厝边隔壁讲，若有实在食毒的，叫伊无论如何赶紧戒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未来一礼拜讲一摆，食毒的，你敢吸毒，一个礼拜打一次哦。到时候你想要有吸毒的冲动都不会有，你会想到这些，你就觉得很爽，有没有？你干嘛讲未来在治安路哦？哎，足好哎！不，你看咱大家在安居乐业，你免惊讲有一挂只来，这台人放火啦，爱你不到，人以前是祝你幸福，今嘛不是呢？爱你袂着啦，我台好死，哪有这多人啊？像这个以后都要立法，怎么样？你讲抬龟刀，对不对？鞭刑就打破十次或一百次，对不？你讲抬十刀，对不？啊，就讲一千个，啊，讲了就枪杀。只要你置人于死嘛，这我觉得这才是符合公平正义嘛。又不是我残忍呐、啊，应该讲人性本贱呐、啊，拢惊人讲，讲了就乖。所以你看，未来咱会过着足好的生活。啊，不过吼，爽归爽，听归听，那要安那付诸行动，要付诸行动，要怎么样改变？一只猴子吼，他想要改变成人。可是猴子跟人最大不同就是，麦克阿公伊摸卡济，阿摸卡少，是因为他有猴有尾巴，所以第一个，他要把尾巴砍掉的时候，伊会想啊，会怎么样？很痛，因为什么改变怎么样？一定是痛苦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人都习惯生活在怎么样舒适空间。你看，你盖一条卡就是盖一条卡哦。你若盖一条正卡，你条倒卡呐，你也袂习惯哦。各位，如果你们有失恋的话，为什么失恋会痛苦？各位知道吗？不是因为你们做，不是讲我做爱哇爱个安怎？不是呢，是因为呐，对，不习惯，因为无习惯一个人啊呐，和我唠唠叨叨，无习惯。一个好啊，有这个时间应该都要有一个人给他嘘寒问暖，无，你看那无迄个习惯，所以习惯是很可怕的，所以改变一样一定会痛苦。然后他又这个猴子会想啊，我砍了之后呢，我会不会失去我的灵活性？改变一定会有风险，对不对？你嘛惊啊，我今仔日要改变我的生活，我要付出我的时间。我要付出我的体力，我要去跟我的亲戚朋友讲，叫伊来那了解法律，叫伊来读法律。我阁惊讲，因甲我当作安那笑的啊！我嘛甲惊讲，我甲讲了，伊也不爱和我做朋友啊。像我嘛是安尼啊，反正底下讲讲讲讲到尾，唔敢来嘛有啊。这个叫做改变，一定要有什么风险。第三，活这么久了。一条尾自细汉对我对到即阵啊，有感情无？有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法理就是法理，法理不能有带有感情的因素。因即摆人真侪人讲，我都是台湾人，我嘛是中国人，这是啥？感情的因素，因无了解法理。你为科学来讲，为法理来讲，咱拢唔是中国人啊。你牛甲牛结做伙生落一定是牛啊，靠迄个牛甲牛生落变哪啦变马变羊变狗变鸡，无迄个代志嘛。所以改变在情感上会有些怎么样难受，就好像我现在中国人一直在教育我们仇日反美，对不对？
变造南京大屠杀，变造整个所谓的梅花。我以前看较好，以前以后我若大汉，我绝对袂去原谅日本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梅花有哦，啊，结果咧，拢骗人啊，迄个啊，感情上的物件，因咱拢去用欺骗嘛，去用欺骗嘛。所以讲，尾啊狗啊呐，伊嘛无变成人啊。啊，不过咧，你要成就一挂代志，你必须要舍弃一些事情啊。你舍不得目前所拥有的，为什么？你舍不得每天去连续剧，世间情哦，一个连续剧。你舍不得连续剧，我跟你讲，未来咱头讲的遐种假，对不对？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你要怎么样？咱民政府若无执政，我跟你讲，都是零。只是我们一直怎么样，会向下沉沦。我们是要上往上提升呢，还是要向下沉沦？这盖仔的个人够伊安那酸掉，改变也许会痛苦一阵子，你不改变就会痛苦一辈子。不要想到不劳而获，想改变命运就是怎么样？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有没有道理？最后，有一个作家，包含咱头讲到，台湾是一个鬼岛，会叫嚣的就是什么鬼？可是各位不要忘了哦，还有一群默默着、低着头的，一直在无怨无悔的付出的，这些就是天使。就是安那，咱在座各位，咱都是天使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勇敢的、努力的，挥动、鼓动你们的翅膀。出力讲共，出力宣传，我们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滋养我们自己，朝着我们未来的目标继续去前进。当然，咱回去也可以怎样，继续怎样。同款，哎，无也无紧，啊，无紧啊，有别人去做啦，我坐咧等做官就好啊，到时候变做官。因为这条路是漫长的，是遥远的，一个人走一定会走得比较快。可是如果你要走得远、走得久，绝对怎么样？要一群人。上面叫做同心，为什么我们称之我们叫同心？同心就是你要同见，同根啊，看法一样，你的想法一样，你做法一致，你才会怎么样？同行，对不对？你有同心，同根，行同款的路，行对的路，未来就是啦，光明的远景。就咱头讲到安尼，咱要过什么生活？咱未来咱呢？咱的希望？咱的愿望？是不是要恢复到以前日本人甲咱统治的时阵，哈尼啊清气，哈尼啊有守有规矩，哈尼啊有安那有家教？我之前有讲过啊，咱之前咱失去什么物件？台湾识别啊，台湾价值典范啊，这些才是我们的根啊！你连根都不见了，你谈何什么创？未来你要谈到什么远景，那根本就是空谈。所以在座各位，我们互相勉励，鼓动我们的翅膀，追求我们的目标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